心灵回收站，爱的港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。下班后，同事们都忙着回家，而我还在加班。同事菲儿打了电话，他火急火燎地说：满月，你后妈同你那挂名大哥站在门口等你呢，搞不好一会儿就要上楼去，你还是赶紧从大厦的后门撤退吧。听罢，我浑身一激灵，立刻跑到窗户边，果然后妈牛大香和他的儿子徐壮正站在楼下。此刻的我恨不得把身旁的两盆花往他们俩的头上砸去。牛大香母子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，我逃我避，而他俩总是阴魂不散。这事儿得从我小时候讲起。我从小生活在小镇边上的村子里，我是个苦孩子。六岁那年，妈妈去世了，爸爸常年在市里的建筑工地上干活。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奶奶非常的疼爱我，她不仅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还教我如何为人处事。所以我尽管缺失了父爱和母爱，但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儿童。爸爸在妈妈走后也交往了好些个女人，但不知为何只开花不结果。奶奶说这样也好，万一娶个狠心的女人来当我的后妈，那我可得有苦头吃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我14岁那年，奶奶永远地离我而去了。为了能有人在家照顾我，爸爸打算娶个媳妇进门。于是牛大香和徐壮的到来，牛大香是爸爸工友的表妹，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她曾结过两次婚，徐壮是她同第一个老公生的。牛大香的两任老公都已经离世了，第二任老公家人骂她是克夫命，把她和徐壮赶了出来。爸爸骨子里有英雄情节，看到牛大香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便心生怜悯。爸爸娶牛大香还有一层考虑，那就是他在牛大香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家。那么从正常的人思维来说，牛大香应该是感恩戴德，会替他在家好好的照顾我。在爸爸和牛大香刚结婚的那一个礼拜，牛大香的确表现出贤妻良母的模样，家里家外的活儿他一把抓，对我则是言语温柔，关心无限。估计我亲妈活着还做不到他这样。爸爸总算是放心的回工地了。临行前，牛大香拍着胸脯向爸爸保证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。可结果呢，只能说爸爸的想法很美好。爸爸走的第二天，牛大香就给我安排了不少的活，他要我喂猪、打扫猪圈、割猪草、剁猪草、洗衣服、洗碗。而徐壮什么都不用干。我纳闷了，爸爸在家时他不是说家事由他包了吗？我只管学习就好。我跑去质问他时，他美名其曰地说这是为了我好，因为我以后要嫁人，如果在婆家连这些活都干不好会挨骂的。我想着奶奶在世时这些活我都抢着干，便顺从了他。谁知见我毫无反抗精神后，他便变本加厉，从吃上克扣我。为了让我健康成长，奶奶生前在院后养了好些只母鸡，这样我每天都有鸡蛋吃。爸爸出门前也特地的嘱咐牛大香一定要保证我的营养，可他只煮鸡蛋给徐壮吃，因为我在垃圾筐里发现了个蛋壳。不仅如此，牛大香还把鸡蛋藏起来，我想自己动手煮都没有食材。这我就忍不了了，我气鼓鼓地跑去找他要个说法。牛大香则指天对地地发誓说他绝对没有给徐壮吃鸡蛋。他还苦口婆心地说：满月呀，你都这么大了又不是小孩子，吃那么多鸡蛋干啥？我这样做是有苦衷的，我见你爸在工地上太累了，所以才想着家里的开源要节流，我把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能补贴家里不少呢。明明是从我嘴里扣下鸡蛋好换私房钱，结果却说成为整个家做贡献，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咋反驳？这女人真是太狡猾了。我和徐壮都在镇上中学念书，学校离家很近，每天中午都回家吃饭，徐壮骑自行车比步行的我快不少。当我到家时，他已经吃完饭用手背抹油嘴了，留给我的只有白饭和咸菜。晚上当我干活去吃饭时，牛大香母子俩早已经吃完，留给我的依然是白饭和咸菜。
那时的我是正长身体的时候，每天活动量又大，这点东西哪里够吃啊？有时候饿的是头晕眼花。说实话，我很想跟牛大香干一仗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徐壮五大三粗的，我打不过。我一想打电话给爸爸，但无凭无据，爸爸万一被枕头风一吹，怀疑我是看后妈不顺眼，故意栽赃陷害怎么办？我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快。我那英明的奶奶去世之前就怕我爸爸找个歹毒的后妈，所以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能硬碰硬，要学会迂回。我只有暂且的忍耐，饿了快一个月的我终于倒下了。那是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刚跑了半圈我就不行了，班主任赶紧就把我送到去镇上的医院，诊断结果是贫血。班主任问我咋会贫血呢，我哭着把牛大香的所作所为讲了出来。班主任气得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他立刻从市里赶回来。爸爸跑到医院，看到虚弱无比的我，心疼坏了。当班主任把我晕倒的原因讲给了爸爸听之后，他气得暴跳如雷。爸爸租了个车带我回家时，正赶巧上牛大香和徐壮的晚餐尾声。桌上的菜吃得光光的，剩下的骨头足以说明二人的饭菜颇盛。牛大香一见爸爸突然到家，紧张的说话都结结巴巴，爸爸没有搭理他，而是揭开了给我留饭的锅。当爸爸发现里面真的只有白饭时，便问牛大香给我准备的菜在哪儿。牛大香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，爸爸发飙了，抓住他的衣领狠狠的揍了起来。爸爸下手很重，第一拳就把牛大香的嘴打破了。他一边打还一边的骂道，你这狠毒的娘们儿，我好心好意收留你，你来虐待我女儿。徐壮见他妈吃了大亏，上前把爸爸拉扯开后跟爸爸扭在了一起。爸爸喊道，咱俩离婚，你从哪儿来滚到哪儿去。牛大香一听离婚两个字，立刻就跪在了爸爸的面前，痛苦流涕地说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好好对满月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。牛大香哭着求着，爸爸的心也软了。他来到了我的房间，问能不能再给牛大香一个机会。我知道爸爸其实打算留下牛大香了，我若执意反对搞不好会影响父女俩的关系，于是我同意留下他们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我住校，只有爸爸在家的时候我才回来。爸爸答应了，虽然没有赶走牛大香，但幸好我盘算好了备选的方案，我可以不用跟他一起生活。没有人知道我的晕倒是我有意为之，这几天我来例假，身体正在失血，加上一直以来只吃了碳水化合物，我算准了血红蛋白不正常，便故意装晕，好让老师送我去医院。随后我把一切向老师哭诉，让他去告诉爸爸，有时候真相由外人揭开的效果比当事人自己要好。爸爸果然是信了，回家的时间也是我算准的，好让爸爸一步一步看清牛大香的真相面目。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心眼太多了，根本不像是个才14岁的孩子。这得感谢奶奶的培养，她寡妇失业，能盖起了两层的砖瓦，能给儿子挣到娶媳妇的彩礼钱，手段十分的不简单。在跟她的相处中，我潜移默化的学了几招。我知道对付牛大香只能智取不能强攻，就这样我安安生生的念完了中学。高考时我发挥不错，考上了市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系。然而在我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时，爸爸在工地上摔死了，老板赔偿了30万，这钱落到了牛大香的手里。给爸爸办完葬礼的第二天，牛大香就开始嘻嘻哈哈地看电视了。悲痛不已的我正替着爸爸不值，娶了个连眼泪都舍不得为他多留几天的女人。我开始发愁自己念书的费用了，得知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后，我安心了不少。我盼望着赶紧开学，可以不用在这个家里待着了。谁知牛大香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去上学，他正憋着坏呢。徐壮大我3岁，高考落榜后就在镇上的门厂做事。他好吃懒做，少得可怜的工资一到手就败光了，然后问牛大香要。牛大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这样下去他手里的那点钱也经不住花。于是他给我张罗了一门亲事，把我嫁出去，不仅能换得一笔彩礼，还不用见到我，我家的房就彻彻底底成为他们母子俩的了。
那天上午我割完草喂完猪回家，牛大香拿出了一张照片给我看，说是隔壁村养猪大户的儿子家境特别好，我嫁过去啊就是享福。我说要嫁你自己嫁，我还不到法定的年龄呢，结不了婚。牛大香说差两岁没有关系，先办婚礼后领证，咱村里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多的是。我知道跟他讲道理没有用，白了他一眼后，我跑去了村长家，我求村长给我做主，和村长打起了官腔，说这是我的家务事，他管不了。我离开时说好，我要是弄出了人命官司看你管不管。这天中午徐壮喝醉后瘫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而牛大香在房间里睡午觉。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个主意，我用绳子把徐壮的手脚捆得结结实实的，然后我悄悄走进了牛大香的卧室，先捆住他的脚，接着捆手时他醒了，他一边喊救命一边拼命的挣扎，然而他没能拼过我的力气，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捆住了他，还给他嘴里塞了双袜子。我稍微歇息后把他拖到了客厅，这时我请村里的好姐妹跑去告诉村长，如果他不来我家我就杀人。当我举着菜刀朝牛大香走去时，他拼命挣扎地摇着头。这时村长赶来了，一见这个状况吓了一大跳，赶忙说满月，你这是弄煞呢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干傻事啊。我喊着那我家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？村长说管管管，咋能不管呢？我掏出牛大香嘴里的袜子，牛大香大喊道村长救命啊，杀人呢。我说要想你跟你儿子活命就把嘴闭上，要你说的时候你再开口，不然我先砍你儿子。牛大香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我说村长，我是逼得没办法了，我要上大学，可牛大香却拿着我去给他儿子换彩礼钱，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同意，除非我死，横竖是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好活，我就先砍牛大香和徐壮。村长说满月，你有大好的前途啊，死了不值得。我说那我就把他们砍成残废，这样我也不用判死刑，在牢里有吃有饭有书看，好像还可以学习。村长说满月，好孩子，你别做糊涂事，你有啥想法我给你做主，我要是解决不了我就带你到镇上县城去打官司。这时我对村长也对牛大香说，爸爸的赔偿款有不有我的份儿？我这房子有不有我的份儿？村长说你是他闺女肯定有你的份儿。我又拿刀逼问牛大香，牛大香说有有。我接着说那好，我要求分家，爸爸的钱还有这房，我要把属于我的那一份拿走，以后跟牛大香徐壮老死不相往来。村长说行，我做主了，你家三口人钱就一人十万，至于这房，我说一家一层，我和奶奶一直住二楼，我就要二楼。牛大香说这不行啊，我还要娶媳妇呢。我厉声说这房是我奶奶盖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，我肯给你一层都是让步了。我又说你自己选，是按要求分家，还是让我把你和徐壮砍成个半死不活。话说兔子急了都咬人，牛大香怕我真的干出杀人的事情，无奈的同意了。在村长的主持下家分清楚了，我拿到钱后立刻收拾好行李去了镇上的老师家，万一这母子俩谋害我咋办呢，身单力薄的我不得不防。后来我就去市里念大学了，再也没有回过家。虽然有十万在手，但是我舍不得花，我不仅努力学习还拼命的兼职赚钱，因为我知道我只有靠自己。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策划，我还谈了一个男朋友叫赵伟，是一名工程师，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家里还有个妈妈。我俩谈了两年的恋爱后决定结婚。这天我下班后去赵伟家吃饭，刚进门没有多久就听见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竟然是牛大香和徐壮。六年多没见，牛大香和徐壮都有了变化，但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们，这母子俩肯定是从我老同学那里打听到我近况和上班的地方。
跟踪我到赵伟家的。由于我只告诉赵伟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没有说自己还有个牛大香和徐壮这两个挂名的亲戚，再加上我摸不清牛大香母子俩上门的目的，所以我并不想跟他们见面。这时在厨房里帮忙的赵伟问是谁，我搪塞过去后对牛大香说，你想跟我谈就去楼下。牛大香看出我忌讳他和赵伟家人见面，便认为掌握了可以制约我的筹码，他痛快地和徐壮一起跟我下了楼。我问他们想干什么，牛大香说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得来拜访一下女婿和亲家。我说，这就不劳您大驾了，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。牛大香说，满月咋能没关系呢，我找律师咨询了，我是在你18岁之前嫁给你爸的，所以我和你形成了抚养关系，而且作为你的继母，你还有赡养我的责任。我真想吐他一脸吐沫。我说，我一直在住校，拿钱给我花的是我爸也不是你，再说我们早就分家了。牛大香说，你别扯那么多，反正按照法律你就得养。我呢也不要你养我一辈子，你就拿10万块钱给我，咱就一次性了断。我说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一毛钱。牛大香说，你不愿意给那我就去找亲家要，按习俗嫁女儿男方就要给女方彩礼，我这钱要的合情合理。他说着就要拉徐壮上楼，我立刻阻止道，你要是敢上去要，那我只好要报警了。牛大香说，报警更好，让警察法官来断断你是不是应该赡养我。我气得大骂他是无赖。牛大香说，呵呵，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，你当初不就是要靠耍无赖骗走钱和房的。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，决定还是先把他们打发走，然后再想办法。我用哀求的语气说道，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行不行。牛大香说，不过你别想耍什么花招，不然我就去找你婆婆要。说完母子俩得意的走了。当我发愁的转身想回赵伟家时，竟然见到赵伟站在不远处。赵伟问我怎么回事，我把过去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后，他阴沉着脸走了。当晚赵伟打来了电话，提出了分手。他说，当初选择跟我在一起就是考虑到我是孤儿，关系简单，没有想到我竟然有这样难缠的后妈和哥哥，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他不想招惹麻烦，我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分手。这种一点风雨都不愿意共同承担的男人不要也罢，既然分手了，10万彩礼的难题自然也就解决了。谁知道牛大香得知我和赵伟分手之后，竟然又跑去了赵伟家，要赵伟赔偿我的损失费，说我不能白白的被他玩。赵伟赶他们出去时，徐壮与赵伟争执了起来，赵伟妈妈气得血压升高，被送去了医院。虽然赵伟不是我心目中的真男人，但他家被弄成这样，我心里很内疚。我必须要彻底解决牛大香这个麻烦。我在菲儿的陪同下找牛大香和徐壮出来谈判。牛大香说，只要我拿出10万，他保证再也不来骚扰我。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之前的一点积蓄全套在股市里了。牛大香就让我写一个欠条给他，我同意了，承诺一年后交钱。可现在才过去半年呀，这母子俩又跑到公司的楼下堵我，是想做啥妖呢？是祸躲不过，我下了楼。牛大香说，徐壮刚定了一门亲，要给女孩买3金，他让我无论如何先拿2万给他，我答应去凑一下，明天下班给他。我真的会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给牛大香吗？他想得美，我才不会呢。当晚我就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菲尔，还打电话给老板说明了情况，然后就跑路了。我有个关系非常好的大学同学在新西兰留学，他一直劝我出国见识一下，因为有赵伟我就没有考虑。现在既然没有了赵伟这个牵绊，那我索性换一种活法。我报名考了雅思，拿到 7.5 分的成绩后就申请到了学校。我是2月份入学，于是在12月下旬递了辞职报告，老板让我把新人带一段时间再走，现在看来是不能再等了。我打发走牛大香和徐壮后，立刻上网查机票，刚巧明天早上9点有从上海飞往奥克兰的班机，不过是全价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。我宁可让航空公司挣这个钱，也不便宜了牛大香。
当飞机落地之后，我彻底的轻松了。我在奥克兰生活得很好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老公马丁。而牛大香在我走后去公司找我，正想闹呢，保安就把母子俩给赶走了。他也去法院告我欠钱不还，法院知道我出国了，但为了公益还是进行了调查，得知欠钱一事不可能成立后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再后来，牛大香嫁人了，嫁给了一个70岁瘫痪在床的老人，两个人并没有领结婚证。据说是老人的子女得知牛大香死了三个老公后，主动求她嫁的。不过这次牛大香找了个命硬的老公，虽然吃喝拉撒全要牛大香伺候，但一直活得好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反正他也不关我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